News Source Crawler 每日文摘，03/2024年2月，有关加密、流媒体、技术、政治、娱乐圈、人工智能、健康和环境的新闻。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获取每周新闻列表和网络链接。福克斯新闻报道说，有效禁止私人枪支销售的拜登管理员提案的 ATF 举报人在报告中，听起来很警报。错误的信息在德克萨斯州的内战上传播。国防部证实，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不是五角大楼的资产，特拉维斯·凯尔斯 Travis Kelce 可能不是。OPNX 创始人苏朱说，关闭是因为 FTX 遗产索赔达到了恢复。FTX 以低于18,000 BTC价格将比特币退还给客户。哈马斯要求以色列释放 Marwan Barghouti， 一个巴勒斯坦人将其视为尼尔森·曼德拉 Nelson Mandela。比利时召唤以色列大使在加沙建筑物被轰炸后，土耳其拘留了34人，涉嫌与以色列的摩萨德联系，由一名高级官员宣布。Mastodon 漏洞允许黑客劫持任何分散的账户。AnyDesk 说，黑客违反了其生产服务器，重置密码。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行动中逮捕了31。卡尔天气死亡。出现在 Happy Gilmore、Mandalorian 等的 Rockets 和 Predator 明星是76。Lizzo 失去了巡回舞者的竞标，无法停止袭击、性骚扰和歧视诉讼。吉姆、卡里、Jim Carrey 返回 Sonic the Hedgehog 3。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名字叫 Sylvester Ronan Newhouse 大使。NHL 球员将于2026年返回冬季奥运会。英国男子无罪释放，在伦敦西班牙飞行炸弹骗局上，青少年被指控精心策划了数百头瓦，包括对抗自己的家。俄罗斯在文书工作中发现错误，候选人希望反对普京。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不知道特朗普的各种法律问题。特朗普案中地方检察官提交的申请，承认与检察官的个人关系，但否认有不法行为。巴黎市政厅的目标是 SUV， 其全民公决对较高的停车费。汉诺威市长赞成更高的 SUV 停车费。Binance 冻结了 4.20 米 XRP 与 Ripple co-founder 的213米 XRP 安全漏洞。Dirtymo 恶意软件感染了2000多个 DDoS 和 Cryptojacking 的乌克兰计算机。泰国监管机构命令 ZipMax 暂停数字资产交易和经济服务。波兰撤回针对欧盟气候政策的法院案件。Polyver 想要挖矿，收获更多的木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创造更多机会。冻结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在2023年产生了48亿美元的利息收入。路透社报道说，世界银行为国家提供现有贷款获得紧急资金的机会，作为巨大风险。IPA 提出一些永远的化学物质被认为是危险的。在法国，农药案中，政府承担了摆脱惩罚性生态学的愿望。紧密的供应为油和可可拉利塞增加了燃料。现在，美国发电的 2% 以上是比特币。加密矿山将不得不开始报告其在美国的能源使用。在欧盟国家点头后，欧洲在地标 AI 规则的范围内。OpenAI 说 ,ChatGPT 可能不会帮助创建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转弯 GPT-4 的安全护栏，并制作了聊天机器人的细节如何在苏格兰盖尔语中制作炸药。警察部门正在转向 AI， 筛选数百万个未经审查的人体摄像机的筛选。云基础架构在第四季度看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收入增长。 Google 将不再备份互联网，缓存的网页已死。亚马逊内容的支出在2023年增长了 14%， 达到近190亿美元。俄罗斯和中国团结美国生物武器威胁，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国首次正式宣布支持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在热烈的兄弟欢迎之后保证更深入的合作。俄罗斯谴责厄瓜多尔决定将俄罗斯军事硬件交给我们的乌克兰。联邦上诉法院狭窄地阻止了有争议的佛罗里达州法律，禁止中国土的所有权。马克龙说，欧盟 Mercosur 贸易协定在签署前几个小时停止了。NASA 研究无线电噪声对月球科学的影响。特斯拉 Tesla召回了大约220万台电动汽车，警告灯字体尺寸。美国汽车安全机构将调查升级为特斯拉动力转向损失。特斯拉赛博特赛车车轮盖咀嚼成轮胎侧壁。苹果的3499美元 Vision Pro 缺乏找到我的位置跟踪。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将视觉 Pro 第五力矩与 iPhone 和 Mac 进行了比较。苹果的 Vision Pro C 设置将从 Victoria VR 获得第一个 Crypto 专注的 Metaverse 应用程序。由于排放，新的福特野马在欧洲失去了52马力。2024年兰西亚 Epsilon EV 揭幕了250英里范围。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钢笔 Tony Blair 他希望他在1997年获得的领导力手册。开处方超过50万阿片剂量的医生已定罪。巴西的宗教寺庙比医院和学校多。在英国，将近一半的房屋比白金汉宫支付更多的理事会税。阿根廷下议院国会批准米利的综合法案。挪威期望在30多年的最糟糕的风暴之后，路上滑坡、雪崩和大雨。智利宣布致命的森林大火紧急状态。特斯拉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解决加利福尼亚的危险废物诉讼。Leclerc 召回了整个法国的蔬菜，农药水平过高。Meta 的1970亿美元激增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大。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损失了560亿美元的特斯拉付款套餐，感谢金属鼓手的诉讼。尽管经营损失为 46.5 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Quds 武力和附属民兵团体的空袭。美国军事力量达到了85多个目标，有许多飞机。在美国，最高法院允许西点继续使用种族。辛恩·费因 Sinn Féin 担任第一部长在北爱尔兰里程碑的工作。日本认为移动数字游牧民族有六个月的居民身份。在美国，司法部宣布恐怖主义和制裁逃避指控以及与非法全球石油贩运网络相关的癫痫发作，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恶性活动提供资金。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层和其他人被起诉，占领了超过 1.08 亿美元，占领了超过50万桶的批准燃料。 Top Movi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3, 2024 Wonka, 4.6 stars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4.4 stars Oppenheimer, 4.5 stars The Beekeeper, 4.4 stars Apple Music Top Songs February 3, 2024 His, Megan Thee Stallion, Redrum, 21 Savage, Beautiful Things, Benson Boone YouTube Music Charts, Global Weekly Top Songs January 19, January 25, 2024 La Diabla, Javi, Bilakia, Peso Pluma and Anita, Jail 2, Shiva Chowdhury, La Victima, Javi, Luna, Fade and ATL Jacob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2, January 28,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non-English. Badland Hunters, 26 million hours viewed. 60 Minutes, 20,300,000 hours viewed. Society of the Snow, 25,900,000 hours viewed. Spotify Weekly Top Songs Global, week of Friday, January 26, Thursday, February 1, 2024. La Diabla, Javi. Greedy, Tate McRae, One of the Girls, with Jenny, Lily Rose Depp, The Weeknd, Jenny, Lily Rose Depp, Lovin' on Me, Jack Harlow. Top Free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3, 2024, One Punch Man World, 3.6 stars, Block Blast, 4.3 stars, Monopoly Go, 4.7 stars. Top Grossing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Google One 4.3 stars, TikTok, 4.3 stars. Disney Plus, 4.5 stars. February 3, 2024, Apple App Store Top Paid Games on iPhone, Minecraft, Geometry Dash, Papa's Freezeria to Go.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Games, Wood Nuts and Bolts Puzzle, Monopoly Go. One Punch Man World.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Apps, iPhone February 3, 2024, Threads. TikTok Dmoot,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Top Paid Apps, Shatterrocket, Hot Schedules, The Wonder Weeks,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2, January 28, 2024,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Watched TV in English, Griselda, Limited Series, 113,800,000 hours viewed, American Nightmare, Season 1, 29,300,000 hours viewed, Fool Me Once, Limited Series, 48,800,000 hours viewed,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Viewed TV, Non-English.
The Bequeathed Limited Series, 14,500,000 hours viewed. Berlin, Season 1, 18,600,000 hours viewed. My Demon, Season 1, 38,600,000 hours viewed.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2nd, January 28th,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in English. Lift, 31 million hours viewed. Mintkage, 14,700,000 hours viewed. The Kitchen, 14 million hours viewed.